我曾到过的这个地方，空旷安静，放眼望去，成片的茶园，林间小路间偶然有阳光渗透进来，偶然有细雨滴落，这便是这座城的日常。我曾经幻想于此景中是否曾有一位采茶的姑娘，日出时分，织衣采茶劳作，日落时便归家，或与月亮说说话，谈谈心。这里的杨梅甚是出名，这里还是紫砂的发源地，但今天我却只想和大家碎碎念一些我眼中你不知道的宜兴，聊聊这片你来我往的三寸天堂。阳羡湖是一个巨大的水库，远山近林中没有任何船只的打扰，勾勒出一副安静的模样。转身走进这一片阳羡茶园，闭眼深吸一口纯氧，所有的烦思便清得一干二净了。除了这片茶园，还有一处梦境，那便是宜兴竹海。宜兴竹海风景区位于江苏省宜兴市的胡富镇境内，方圆几十多万亩的竹子堪称竹的海洋，被称作华东第一竹海。刚入竹海，镜湖便映入眼帘，两山夹峙之间，山涧水和天然雨水汇集成了小小的镜湖。湖水终年清冽，竹在水中长，水在竹间流。沿着步道向上走，却见溪流或急或缓地流下。这股从竹海山上流下的溪流，有太湖第一源之称。坐着缆车来到苏南峰，竹海全景一览无余。渐晚，顺着蜿蜒林间小路，觅到一家山庄。刚进入的时候，还以为是错来到了景点。门前流水，院子荷花，却真切地被告知是吃饭的山庄。五米糍粑，胡父小馄饨，银鱼炒蛋，干锅小土豆，清炒时蔬，每一位菜品都精致可口。宜兴就像他点点滴滴中透出的那份气质一样，优雅精细安静稳重。每一处天堂都可以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。